山西乡有一位新先生，因为投资失败，想不开离开了世间，留下60多岁妈妈陈春玉，无法度处理新后事。台湾主因爱心慈善会副总干事黄英宝知影了后，马上发挥帮助弱势精神，一个正人的爱心，在短短一天内底就募集将近10万块。今仔日陈龙厝内将救助金交予新先生的妈妈。主因爱心慈善会副总干事黄英宝甲民进党彰化县东部主委邱建虎、彰化县员王国忠等人来到新先生厝内，并且由邱建虎亲手予伊救助金，希望新妈妈节哀，并且好好啊活落去。今日咱甲这个咱慈因爱心慈善会哈，咱黄英宝副秘书长甲所有干部，大家共同来关心咱这个山西咱新先生哈。因为家境呢困苦来过身去吼，咱特别来给慰问，来给关心。那感谢咱的王国忠议员吼，啊，甲咱的黄高这个代表甲所有干部，大家共同来关心。今天来关心是希望讲这个当发挥抛砖引玉，社会大家诶做出爱心，对咱艰苦民众吼，一个伸出一个爱的双手，互因感受到社会关怀。新先生的工作室外阁坑已经完成，要交回门窗。新先生的离世，唔但让工作室内工具材料耽误主人，嘛让厝内人陷入经济困难。主因爱心慈善会副总干事黄英宝呼吁各界伸出援手，让新妈妈有活落去的力量。新竹华新闻李明洪山西采访报道。